王麒麟，真的吗？这是他的衣服。拿下金牌的那一届有要求说要原味，但是他说实在是太臭了，所以他有先洗过。哦，乍看之下以为是那个交警的衣服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特别跟我们的这个金牌得主王麒麟王大哥王董借的。哦，真的吗？这是他的衣服。是他在上个月在巴黎拿下金牌的那一件。哇，就是这一件。真的吗？然后我特别有要求说要原味，但是他说实在是太臭了，所以他有先洗过。哦，对对对对，我刚刚乍看之下以为是那个交警的衣服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那刚刚被猛男围绕的感觉怎么样？其实我说实在的，我有一点点害羞，因为我其实常看，因为他的身材在我心目中是没有人可以取代的。那但是唯一的就是我们已经看到吐了，看到腻了。还好我最近有瘦了，不然你哦，你应该抱不起来。我瘦5到6公斤，对，因为我有，就是我家族有遗传三高嘛，所以我的第一个症状就是在6年前开始有血压偏高，然后医生就告诉我说，丫头你一定要运动，要戒酒，要戒酒。医生说，喝酒跟降血压无关。哎呦，哦，太棒了！医生说的，关键，因为我的医生也是我的酒友。